打开我们是三个麻瓜，我们小 B， 我是爱。今天我们要进的是七七乳酱一心团康对抗赛。不知道是不是听说我们是 YouTube 界的团康网，所以我们是收到了七乳酱的挑战书。我们的名声已经传遍大街小巷。总之呢，我们这次就是要来玩他们出的迎新团康游戏啦。这次会分成两队进行 PK， 先来欢迎我们的迅猛龙 Chicky。好，我们现在抽到同一个口味的人是同队哦。不会看啦，等等。好，拿到了。好紧张啊！等一下一起这样，揭晓。三二一，开。要进行的是同心协力加乳加，规则如下：等两人一组计时赛，三赛两胜制，每回合继续抽出指定身体部位，闭合作用此部位加速乳加移动到终点，最后将乳加吃掉。若上图乳加落地，需返回起点重来。来，第一回合由我们的 Binky 队先挑战，那你们先抽第一回合的部位，肩膀，不要碰我肩膀，什么意思？你看你们身高有差、哦，我们两个有弱势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快了吧！掉掉掉！掉了没有感觉。掉，花钱花钱。要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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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嗯，好好过。好 ，Jacky 通过。停，时间暂停。现在是芳芳姐妹队要进行挑战啦。屁股，屁股，三二一 ，Go！ 好慢，不要掉就好了。我觉得应该很，应该超近的。Binky 队的时间是1分10秒，芳芳姐妹队的是1分53秒。好，我们第二回合请 Binky 队抽你们的部位，来手掌，这样子可以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不要掉，不要掉，可以。屁嘞！我喜欢你，太快了啦！快吃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巧克力酱好好吃哦、喔。哎、欸，它是黑巧克力，所以不会太甜啊。哎、欸，太快了吧！哎、欸，可以，我们来看芳芳姐妹的表现。准备被冰体吧。啊，小指，这样可以，可是你们不可以勾起。好，我们不会勾。三二一 ，Go！ 大鹏，我们要快点，因为啊，可以，我们不快没有机会。可以，可以。可以。好浓。很浓，对不对？还黑巧克力，我好像更喜欢黑巧克力耶。可以。好的，我们来公布第二回合的成绩。我们的小指比较慢，但我觉得我们吃应该比较快。Binky 队的是1分29秒。你们比第一回合久，快20秒。1分40秒。那还要第三回合吗？第三回合，我们要运动加健身吧。第三回合是最难的部位了，后脑勺。我们又有身高差，很麻烦。开始，掉了，掉了，要掉喽，要掉喽。到了没啊？这个。好，到了，到了。酱和坚果，我最喜欢这个。我也最喜欢这个。我以为坚果会吃起来太健康，不好吃之类的。好停！第三回合，芳芳姐妹抽到的是小米板 ，Go！ 三二一，跳！跳跳跳跳！哦，好可以！还是你们要一个人夹脚底板，另外一个人背他，想办法用脚底板夹住，对。刚刚那段好厉害，还没想出来对不对？好好吃哦，超爱吃，每一环都好好吃。哎，来来来，
可以。爸爸加油！啊，可以，可以。要先公布谁的呢？我觉得这比赛蛮焦灼的。这次先公布芳芳姐妹的，一分十三秒。屁呀，在骗了！再加三分钟。啥耶？我们四分十三秒。哎呀，那个秘品在哪？四分三十七秒，再减三分钟。傻眼。进行下一舞，滚！好，这个我们要进行的是新手机器乳加，规则如下。两位轮流用各自的机器乳加刮杯，刮出型规则可将中间的乳加器往敌方走一格，添加乳加器走到敌方格子即获胜。三二一，今天往绿色那边刮。你的眉毛不用后面，前面手肘是靠在你的左眼的眼尾那边。对对，你七七乳加先放在右耳的后面，左手的中指会去靠在右手的食指跟中指之间，会去包覆住你的右手。然后你的左手要绕过你的大拇指。这么难？你的左手的食指会在大拇指的里面。是擦嘴巴？嘴巴就闭一闭就好。OK， 可以。好，你先做起跑动作，整个人转九十度。右转，然后起跑要整个蹲下去，手要碰到地板的那种起跑，右脚在后面，左脚等一下要抬起来，然后要把七七乳加放在你的脚底板上，所以你的脚底板要朝前。先讲左手，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变成石头，对，然后无名指、小拇指翘起来，手背向镜头，然后往前的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再对着镜头，然后就可以。跳楼灿烂，他的左脚有靠在右脚的膝，他跪在他的膝盖上，这样子，呀。好，对，然后对镜头，耶、yeah, ，好，这样可以，我刚才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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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有做对了。好，那回来恭喜芳芳姐妹获胜啦！最后一关我们要进行的是七七乳加叠叠乐，规则如下：队员协力将乳加尽可能地叠到最高，计时两分钟，高度最高是队伍获胜。
三二一 ，Go！ 这是我们没有什么策略，怎么办啊？可是已经这样子越好，这样子很烂。我们现在玩这个，没有就不行啊。我们的资讯还是就一个就好。我也觉得这个。你会倒啊，小庞、啊。不行啊，我们就直接这样子啦。你这很烂啊。不是，你等一下就不要插这个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个一点都没有利用空间。他们这样子不行啊，我跟你讲。哎呀，就是要让他，就是要让他这样子。从底就要重新啦！他马上要比你高，好怕！恭喜泡泡姐妹获胜了，耶！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游戏啦。好，那这就恭喜泡泡姐妹获胜啦！你在后面。不过这次七乳家游戏都很适合大学团康游戏的时候玩呢。越多人越好玩，而且还可以边玩边吃。像我们有某一位呢，就玩到差点连拍摄的产品都不能吃。谁啊？谁啊？是我的啊！这个是70%吉浓黑巧克力乳加，有巧克力、可可还有在地花生，苦苦甜甜的味道综合起来超刚好的，这不吃太甜人的好选择。但是呢，我最喜欢的是经典的口味，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熟悉的味道，又甜又香的经典不败款。那包包放一条呢，随时想吃就吃。那我个人最喜欢的是综合坚果乳加，因为我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吃甜食，但这款呢有很多坚果的融合，还有香气，让七七乳加整体的甜味感下降很多，所以吃起来也比较没有那么负担哦。现在还有乳加迎新应援活动，欢迎同学们一起来玩乳加游戏，有机会获得应援金777哦。详细资讯可以参考我们的资讯栏。那大家还有什么策略可以让七七乳加跌得更高呢？欢迎在下面告诉我们。算了，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评论。叮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七七乳加富哦。我们要进行的是七七乳加银杏团康对抗赛。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七七乳加银杏团康对抗赛。还没，你家看不到这里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啊，可以拿下来了吗？拿下来，我们要分的抽签，抽到同回同一组。好，那个还有巧克力乳加，但这一款呢有混合坚果的。两三二，最后我们就看谁叠比高了。哇哦 ，Spiderman。那我们就立刻开始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策略。